调，面对世代交替，政府的任务就是要协助侨社巩固经营基础，传承文化，栽培新一代的青年人才。只要各地侨社的青年干部和青商代表能够多投入侨社的服务工作，就是在强化对侨界的认同。本人衷心期盼各位侨界先进继续发扬爱乡爱国的高尚情操，在各行各业的领域上凝聚侨社的向心，传承侨社的进步发展，协助我国政府推动总体外交及侨务工作。法国代表处为了扩大服务旅居法国侨胞以及来法商旅国人、留学生，提高因应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，在巴黎以外的10余个大城市设置联络点，正式通知各该省的省主席、市长，并布置法国外交部。请大家鼓掌，感谢他们担任本处急难关怀联络人。中华民国万岁！台湾民主万岁！举法侨社永续团结繁荣。各位留学生学业进步，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